家好，毛月如又来了。本周6月30号周版本还蛮精彩的，首先是官方终于想起来要开放第九章归真了，然后由于8月12号是台服的周年庆，官方提早举办年终庆活动，卖卖礼包送送灯入礼，重点年终庆的这三个礼包都很重要，古尊神令、绝品新之金、缓魂陆家幻月散，还在逐鹿 PVOP 淘汰赛前卖，看来大家都要买爆了，详细内容在周版本懒人包，毛月如会跟你们解说。6月30号的更新时间是早上6点到8点，周版本更新一样是没有诚意的魂光跟铜钱。本周第一个主更新是第九章归真终于开放啦，认真看了一下，第八章归真是5月5号开放的，跟第九章差了快两个月，官方真的很认真在锁，一样三毛会赶快出归真作业给大家抄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第二个主更新是风铃声跟黄甫生的 UP 值，这个夫妻档都已经在未来推出神兵技能，风铃声加强驱散能力，黄甫生加强单点能力，简单的说这池我还蛮推大家抽的，人权奶妈抽高星树身心不亏，即使抽到黄甫生，宝主拿去打雷塔抄作业 PVP 秒冰坛等也不错，身心这池推荐抽，至于开图鉴的话我也蛮推荐的，没有风妈我很难想象天地劫 PVE 怎过关。第三个主更新是年终庆的登入礼，我直接讲重要资源就好，大家记得日期，6月30号会送随机绝品饰品一个，7月6号会送灵运石一个，天地姐好棒棒，希望8月12号周年庆送更好。第四个主更新就是盘子礼包分析啦，玉清神庙礼盒缓魂录20个更换月散20个卖1490元，老实说有点贵，但是可以有效提升魂石素质，科长请买爆， PVP 玩家请买爆，平民玩家可以无视，璀璨星经理大家都不陌生，绝品星之金15个，一个星之金大概43元，算是不错的价格了，科长请买爆， PVP 玩家请买爆，平民玩家可以无视，吉星符照礼简称五尊神令礼包，如果你没有盘龙借千人换玉陈林月配环陈一样请换五尊神令，五尊神令礼包就换五尊神令，别问为什么，等你打对面的冰离剑邪李逍遥跳五尊效果出来不死，你就会知道五尊神令的靠北边走了，太玄秘藏跟匠心材料箱有点懒得讲，出到烂掉，大家可以看文章显示就好。本周三毛要提醒的是，纯蓝跟西哥卡池预计7月7号就会更新了，想要逃课打九如塔的务必带一只三星西哥回家，戏梦人生活动剩下一个礼拜，素材赶快刷一刷，首领战10000分还没达成的抄三毛作业就对了，活动一样只到7月7号，再度提醒哟，逐鹿争锋段位赛只到今天6月29号23点，咸鱼也要打黄金拿外观卷，如果是认真玩家，256强2500钻大概要打2220到2230分左右，512强只要有上登峰就有，因为宗师才400多人而已，512强也有2000钻，也是很香的。提醒7月7号会开放重点风铃声跟黄甫生的神兵技能，有要练的玩家建议提早准备好资源哟。想要看更多或者讨论更多天地劫游戏资讯，欢迎大家加入三毛亲自管理的千人赖社群， FB 粉丝团也会每天更新游戏文章影片资讯，最后别忘记 YT 频道数值3年按赞订阅分享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